所罗门建造圣殿的工程到底有多大？你好，今天中文版的直播圣经将学习列王记上的第五章一到十八节，并回答这个问题。下面我们先阅读一到七节。推罗王西兰平素爱大卫，他听见以色列人高所罗门接续他父亲做王，就差遣臣仆来见他。所罗门也差遣人去见西兰，说：“你知道我父亲大卫因四围的征战，不能为耶和华他神的名建殿，只等到耶和华使仇敌都伏在他脚下。现在耶和华我的神使我四围平安，没有仇敌，没有灾祸。我定义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殿，直到耶和华应许我父亲大卫的话，说：我必使你儿子接续你做你的位，他必为我的名建殿。所以求你吩咐你的仆人在黎巴嫩为我砍伐香柏木，我的仆人必帮助他们，我必照你所定的给你仆人的工价，因为你知道在我们中间没有人像西顿人善于砍伐树木。”西兰听见所罗门的话，就甚喜悦，说：“今日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他赐给大卫一个有智慧的儿子，治理着众多的民。”那么在上一章当中，我们是总结了所罗门在位时期的王国的范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是，所罗门建立在他父亲大卫的成功之上，直接或者间接地统治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所有土地。那么现在所罗门开始为建造圣殿做准备。如果你回想起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十二到十三节，神对大卫的应许是这样子的：“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那么大卫想为上帝建造圣殿，但是上帝并没有要求他这样子做。正如所罗门在这里暗示的那样，在历代之下也将证实，大卫被禁止为上帝建造圣殿，因为大卫是一位征战流血的勇士，但上帝会从他的儿子所罗门来为上帝建造圣殿的。所以所罗门现在正在为这个做准备。首先他要解决的是屋子从哪里来，谁来建造的问题。那么所罗门就派人去见了推罗王西兰。推罗是地中海北部的一座沿海城市，本应属于亚瑟支派的领土，没有被以色列人征服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独立，直到了所罗门时代。那么所罗门为什么要去西兰找人建造圣殿呢？首先，西兰是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当中帮助大卫建造宫殿的人。第二个原因是西兰与以色列和平相处，是大卫的朋友，所以所罗门可以放心这个过去帮助过他们的国家将愿意再一次这样子做。第三，推罗和西顿的人擅长木工，这些技能对于建造圣殿这样的大型建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而以色列则缺乏这样的人才，而且所罗门是愿意支付由西兰来制定的工人的费用的。使用的木材是黎巴嫩的香柏木，这是该地区最好的木材之一。西兰听了所罗门这些话之后，心里就很高兴，赞美主，大卫有这样一个智慧的儿子接续他做王。当你看看所罗门的言行时，你可以说明他们是明智的，他没有去强迫西兰，而是因为他与大卫的良好关系去恳求他。好，下面我们继续阅读八到十八节。西兰打发人去见所罗门，说：“你差遣人向我所提的那事，我都听见了。论到香柏木和松木，我必照你的心愿而行。我的仆人必将这木料从黎巴嫩运到海里，砸上筏子，筏海运到你所指定我的地方，在那里拆开，你就可以收取。你也要成全我的心愿，将食物给我的家。”于是西兰照着所罗门所要的，给他香柏木和松木。所罗门给西兰麦子两万戈尔，清油二十戈尔，做他家的食物。所罗门每年都是这样给西兰，耶和华照着所应许的赐智慧给所罗门。西兰与所罗门和好，彼此立约。所罗门王从以色列中挑取服苦的人共有三万，派他们轮流每月一万人上黎巴嫩去，一个月在黎巴嫩，两个月在家里。亚多尼兰掌管他们。所罗门用七万抬杠的，八万在山上凿石头的，
此外，所罗门拥有3300多功的监管功能，王下令能就找出又大又宝贵的石头来，用于立殿的根基。所罗门的匠人和西南的匠人，并加巴勒人，都将石头找好，预备木料和石头建殿。那么，西南也听到所罗门要建造圣殿的计划，他同意了所罗门的请求来帮忙，他也会按照所罗门的意愿来行事，砍伐木材，并将它们运到所罗门所指定的地方，而所罗门则为他们提供食物。这一种的协作也使得两国的关系变得更加的良好。同时，他还派出了大量的劳动力去开采石头。事实上，这一项工程的规模是如此之大，所罗门大概提供的是18万名的劳动力，这还不包括希腊人和加巴勒人。加巴勒人是提尔和西顿地区附近的腓尼基人。在第六章将告诉我们说，圣殿花了大约7年的时间才建成。与在出埃及记中看到的会幕相比，圣殿的规模要宏伟得多。当然，神是不需要这些来被敬拜的，但他允许以色列人去建造圣殿，以便以色列人能够拥有一个更永久的敬拜的场所。好，今天我们的学习先到这里了，我们将在明天回来继续接下来的学习，希望大家到时加入我们，再见。